经呢，在我们的这个歌台红星大奖得到我们的十大最受欢迎艺人，也曾经得过我们的最佳女歌手奖的得主，也在我们的滨海艺术中心呢开过她个人无数场的演唱会。一人掌声来欢迎袁景。大家好，然后我们袁景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的好姑娘，美丽的上海姑娘。沈佳诺，沈佳来自台湾的帅哥。哎呀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也帮我们的新加坡呢添了两位未来的主人翁，未来的栋梁哈。谢谢。对，现在已经他自从哦这个前几年之后，现在他的儿子都在学习游泳了，打算要给他儿子看能不能下一个第二位的游泳金牌选手。对对。对啊，因为游泳金牌有得到游泳金牌有100万嘞。是啊，而且他有要求更多啊，你原来是为了100万。不是，不完全是为了100万啊，而且是为了一种荣誉。你看，每个新加坡人都知道，对啦，为新加坡争光，成为新加坡的骄傲。对啊，为了为国家争取，对啊，这个是钱买不到的，对。天哦，不是100万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啦。不要说到这样，不过有100万会更好啦。哎呀，免惊无女通谈了。哎，可能他们长大的时候有150万呢。在新加坡这个国度，你看现在啊，你以前我们大家都说全世界的一个小红点就是新加坡，啊、对不对？现在谁敢说新加坡是小红点？现在大家都说新加坡是一颗小钻石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哦，小的红宝石啦。对啊，我你看，你回你的家乡，我回我的家乡的时候，我们最臭屁一下的，最臭屁啊！我新加坡抬头挺胸回家乡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每个朋友说：“哎呦，你在新加坡啦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你在哪里工作？新加坡。你住在哪里？新加坡。哇，现在哦，所有的朋友都很羡慕啊，在新加坡这三个字。对啊。当然我回去还有一点大家都很羡慕哦，你在新加坡啊，你哇很棒哦，新加坡烫金嘴绿，新加坡赚很多钱哦，上海话说赚很多钱。哎呀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晚餐就你代办吧，就你请是不是？对啊，小事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 ，no problem 啊。你要跟朋友讲一下，对啊，你要讲哦，朋友好甲死，金钱卖提起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朋友好到完呐、啊，金钱不要提就没事。金钱不要提啊！他说没有跟你提。朋友好甲死，金钱卖提起。朋友好甲死，金钱卖提起。卖提起啊！但是他说不是金钱吗？啊，他是叫你请吃东西。对啊，所以请吃的没有关系，不要借钱就好了。啊、就是啦，对不对啊？对对 对, 对, 对。好了，我还输你一点点呢、啊，我还是输 你。为什么呢？你新加坡的老公呢？我都还没有娶到新加坡的老婆、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你要不要？你看佩芬等你很久了，看，哎，这么多掌声嘞，又什么？他等我很久，大家都同意了。什么？他等我很久？是我等他很久。哦，你等他很久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青春的霸配，你看我的青春献给，说明新加坡也都11年了，你看，说明你的功夫不到家，哎呦，什么功夫？你说你娶老婆还要功夫吗？你要出一点白灯了吗？哎呦，什么白灯？娶老婆不用出白灯啊！你自己说的是你等他很久，嗯、但是你这样子的话，他对你无动于衷啊，是你功夫不深嘛？你要加油，我要加油哟！白灯出多一点，我没办法啦，哎呦，我每天哦，女朋友太多了。哦、对啊，我的女朋友哈、哦、晚上都跟住我的，我哪有时间去交女朋友？哎、问题就是在这里了。你看我的女朋友在第二排、第三排都是，你看整排都是。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啊、但是刚刚我讲配分的时候，你的女朋友都要跟你拍手嘞，你看，真的啊，假的？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同意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明年的今天好不好？我们两个就搬在这里。好不好？ Oh. 大家来吃不菲，好不好？自己讲个已经上来了，我也要讲这句哎。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送给大家？心中喜欢就说爱，那么特别也带给我槟城来的朋友，是、前几天还跟他在槟城有相聚，那现在欢迎这几天就相聚在新加坡了，真的欢迎槟城的朋友哈、啊。哦，按照讲啊，槟城的朋友啊，槟城的朋友啊，槟城的朋友、啊，有没有觉得我们新加坡的歌台几好看一下的我？对不对？哦，槟城都没有这样热闹的歌台，对不对？哦，欢迎你来新加坡的我。哇，你厉害嘞！哦，
跟槟城人讲话很简单的，你只要前面有加一个几字就可以了。几字还有东西好吃，为什么音调自己会转了变的？对，东西好吃就几好吃啊，漂亮就漂亮，要几漂亮，够力就够力，要几够力就可以了，够力就可以跟槟城的朋友和这个谈话的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好来。还有我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酱了，酱讲的哦，哈、啊，来，我心中有，心中有什么？心中喜欢就说爱，心中喜欢就说爱。掌声欢迎袁景的演唱，谢谢。还有来自最后一排还有一个 good， 谢谢你哦，啊，很棒哦。